试试我吧。走，我偷红的。全军出击。该算是当当啷当。哎，打个红 buff。哎，放松，伙计。好僵硬哦。OK， 拿下，打个红 buff， 上线咱也没亏兵，掉了一个小兵。来，他马上升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也马上升 ，Q 一下。A E， 什么打野对面？螳螂，螳螂没有红，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啊。呀呀，你妈！怎么闪现了呢？你俩这也不行啊！到底谁抓谁呀？到底？啊？到底打不打？给个准信儿行不行？谁来了？太难了。稻草人以为自己是什么？以为自己是稻草人呗，还能以为自己是什么？麻烦不断，要不出把盾弓啊？哎，先不喷了，这波先守一波线啊，控一波，小控一波。把头埋低。Q， 炸！我就喜欢打移动的 buff。Q， 炸！点瞎眼吧，点一点，点 Q， 穷途末路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你大爷的，你要点一下，你要点一下。你真猥琐！要我点一下？我Q你一下！试试我吧！
点一下接个大。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接个大吧。哎，他不动了，那我们把他杀了吧。他放弃了。打不着，别！啊！他居然有皮孩，可恶的螳螂！中路是个啥呀？这个艾克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不想出盾弓，我觉得盾弓好弱呀。点火加速不就走了？那不被塔砸了吗？点燃加速的话，对不对？狂风之力，狂风之力有啥用呢？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？扣一下，瞎眼吧，点燃。哎，他不回来吧？好像我们还打不死，救了我们一命。那老螳螂可是太烦人了，老螳螂。约的走运吗？瞎眼吗？哎呀，这老螳螂，我来攻速海。我那 W 技能差一秒吸地，有点慌了，你知道吧？慌了一小下。W 放好能走，走不了。这正好差一秒吸地嘛，我先赶紧放个 W， 然后我们往前走，正好那啥了。正好放歪了，手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手没赶上吸地，不对，吸地没赶上我的手。对，刚才吸地没赶上我的手。点，瞎眼吧，点哭。点一点，没完了是吧？啊，就没完了，没完没了的呢？怎么？到底要干嘛？你在玩什么呢？我抠你一下！把头埋地。瞎眼吧！抠呀，没抠到！蓝枪越塔可是一个笑话呀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 ？A。这也没法越呀，这得贴他脸越才能行。我们这波需要贴他的脸。算了，拆塔吧。
上。螳螂会不会到了呀 ？Q 一下，螳螂一瞅就来了，这是闪现！你擦，追我！哎呦我操！我一路小跑。算，换个扫描吧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什么点燃闪现大招 E？ 还打了螳螂半管血。你的走运吗？瞎眼吧！这螳螂很明显又在旁边的，如果螳螂不在他旁边，他根本不敢那么玩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打个蛤蟆去，不压他了。啊，刚打峡谷先锋，我们家是怎么掉了个人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掉了个人儿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螳螂搁旁边咋办呢？算了，怕个屁！没什么好怕的，吃它打皮 ，Q 一下，啪啪，瞎眼吧！给大，哎呀！空地可是真拉胯，蓝莲汉。这是窝龙凤雏。没关系。蓝枪的大招就是这么容易空，很正常。我们回家。咱来一个星石。去把蓝打了，打完蓝咱再打个红啊。然后开始出门。反正稻草人也不打野，我把野清了吧。该算是旧账了。刚刚好。省事吗？这也不打呀，也没人要。走，继续带一波。我们十二级，他九级，瞎眼吗？抠一下，
这干啥呀？给大点盐，抽一下。这个穷途末路怎么没打墙上啊？哎呦天哪，这没打墙上，我好难受啊！这个穷途末路没打墙上，打墙上我能杀俩。打墙上确实能杀俩，第一螳螂先收到伤害，第二剑魔直接死，直接杀俩，双杀。这波来波中路，哎呀，我看看来，瞎眼吧。好，螳螂死了，这俺们家锤石啊，我操！加油，兄弟们 ！Q， 咦，瞎眼吧！来左边，先吃口屎。他指定得过来吧？他居然不过来！咦 ，Q。哎，拿下！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！闪现瞎眼吧！抠一下！呀，这个抠居然打墙上了。要不溜一走，瞎眼吧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你俩全死。我直接回家，收集者。下一件装备出什么呢？放松，伙计。死亡之舞。重伤刀，你觉得一个1-4的剑魔配让我出重伤刀吗，兄弟？我觉得他不配。你觉得他配吗？瞎眼吧！我189的。护甲，我可没时间胡闹，我可没时间胡闹，拆塔吧。瞎眼吧！这是给我杀了是吧？嗨呀，这波没玩好啊！说实话，一开始给我减速了，你知道吧？减的我有点卡壳了，有点。他老隐身。
未来，不要在意这个蓝枪的这些小细节啊。在玩之前我已经说了，我说我斗胆玩一把蓝枪。有点狼哈，不行啊，这么狼哪能行呢？不能狼啊，太狼了。刚这波拆完就应该走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看看有没有打大龙对面，瞅一眼啊。面如果不打，我打。瞎眼吧！给我定住了。哇，这拉克斯，这拉克斯不要命啊！这拉克斯，我把这剑魔杀了。拉克斯有点烦人呐、啊，拉克斯，咱来个饮血剑吧。出完饮血剑，我配把无尽。这里是没视野呀，还是螳螂有大呀？我活了，还不走啊？嗯，小伙子，艾克怎么还开始还带上线了呢？死亡之舞有了，就能又一点了。拉克斯可老烦人了，看。还得骂？还他妈骂人？还？是不骂人？拉克斯，我可饶不了你！我告诉你。你大爷的，你跟我对狙，你别走来。哎呦啊，还跟我对上了。哎呦啊，九九九，原来他也有九九九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早就应该，其实就应该闪现了，我就是太仁慈了，我早就应该上去闪现干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ADC 仁慈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原来他杀了八个人呢，我说呢，小龙吧。Enemy Rampage， 我来个大招试试能不能抢了吧。终极爆弹，螳螂血，真敢跳啊！走，打大龙。
那艾赫没完没了，这顿带呀！打大龙来！来，那螳螂都死了。给我勾他！我下不去了，我给你们挡着吧。靠！请给我记上一功，好吧。别打了，要我说。拉倒吧，这个大龙有我一半功劳啊，给我记上一功。天哪，这艾克带线带了带到十六级了，一直带，这艾克就一顿带，妈呀，真能带。下当了，都带出钱来了，都给我们饮血剑了，给我记个一等功。你跟谁打？你为什么找我打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兄弟，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那螳螂找蓝枪打吧，天！这是觉得自己又行了，我这一看呢，关键他连 Q 都没进化的，他进化的 W 跟 E。原来你也是 WE 的粉丝啊！我要上高地了，有没人管呢？算了，没人管，上吧。加盐吧。哎，不是，他是进化的 Q 啊，他咋伤害那么低？瞎眼吧，给大得了，带着死亡之舞必死。上路推，我们只推塔不杀人，这是一个推塔游戏，比谁推的塔多，而不是杀的人多，知道吧，小伙子？太狂妄了，能不能掉点血了？还怎么打人不掉血呢？这 ADC 给他。挺狂妄啊 ADC、挺狂妄啊螳螂，谁还狂妄？我看看，来，还狂妄，能不能掉点血？能不能？
个也能一波杀到16个，那没办法，你不杀人你咋推塔呀？硬杀硬拆呀，那硬拆我不死了吗？